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总，欢迎收看 Getting Over It 的游戏实况。那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中文名字，叫做《绝地求生》。掘呢是挖掘的掘，升呢是上升的升，也完全说明了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游戏其实在两个礼拜前就有 B 站的朋友们推荐给我，因为最近在大陆非常非常的火红，各大的主播啊、实况主啊都在玩这个游戏啊，甚至连 Faker 都有玩啊，你们可以上 YouTube 搜一下影片。那这个作者啊 ，Benedict Fardy， 其实他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就是 QWOP 那个很魔性的跑步游戏啊、就是他做的。那这个游戏呢，也一样的魔性，而且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虐。我们就先开始游戏吧。它本身是还没有正式版的，然后只有英文。不过这个游侠网是有汉化版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哦，啊，他的这个锤子掉下来了。哎，一个大水缸，我是司马光，我跟你讲，我要击破水缸，好吧，从里面蹦出了一个中年大叔，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裸着上半身，然后这个水缸呢，怎么办啊，容纳他的身体啊，你没有下半身吗？哦，可能是他的这个下半身都放在里面才能卡住，哇塞，他这个臂力惊人啊，不知道单身了几年哦，可能单身的比纯纯还要久，单身了30年吧。好，他手上的这一根可能是类似十字镐或者是锤子的东西，可以用来抓地。然后我们用是用滑鼠来操作的，这个其实操作有点困难啊，而且你要去稍微琢磨一下，我自己是已经玩过一点了，好吧，简单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这样，诶，有没有绝地求生就是要上升，哇，我靠，嘿嘿，哇，这什么锤子舞啊，哇，呜呼，哇，还跳舞，我的新舞蹈可以上台表演了。这应该是作者自己配的旁白吧，然后他好像要在讲故事，这个游戏其实是有哲理的感觉。这个游戏它难的点好像是在，就它其实操作有一定的困难性。Alright, okay. 哎呦，我还玩的还蛮不错的。I'll understand if you have to take a break at any point. Just find a safe place to stop and quit the game. Quit the game. Don't worry. 不想玩就退出吧。I'll save your progress, always. 我会保存进度的。哇，这边有点难，你知道，要一气呵成的上去。你有时候爬到一个高处的时候，如果你一个失手，你就会功亏一篑，你就会暴毙。痛苦的想要暴毙、痛苦的马上想要去自杀，在内圈会这样嘛，对不对？然后外圈啊，这个必须要往前呐、啊，其实真的蛮难的哎，我觉得我这个手残党会被虐的不要不要的。等一下，不错，开玩笑，还不错。哎呦，与一款游戏致敬啊！靠，这下是致敬某款游戏啊。然后在 YouTube 上好像是有记录的、啊，世界最快记录不知道多少，好像几分钟就全破了。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而且摔下来这缸子都不会破、欸，质量不错啊，不错，等一下，我不要失败，还不错，还不错，漂亮，哇，小心，吓死我，不。我东西掉下去了，烦呢、欸！你们刚刚听到东西掉下去的声音吗？因为我的这个空间有点小啊，可是我的滑鼠动得很大。靠，好难哦！很难呢、欸！我靠，那个地方怎么上去啊？我怎么觉得好难啊？而且我很怕，等一下一个失足啊！不，对你一个不。吓死我！好吧，筒子的不，筒子，为什么没有勾到？我觉得对于我这手残党来说啊，我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通关啊，估计是有生之年了，你们知道吗？Yes，You just lost a lot of progress. That's a deep frustration, a real punch in the gut. 这个旁白还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哦，真的好挫折啊！不，啊不是，不，不是啊，靠 ！Sorry about that. You motherfucker！ 回，啊不，我手好酸哦！哦天哪，好虐手啊！哎呦，不，Come on man。Yeah, bad. No. 我觉得等一下我又要掉下去了。If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 it's okay. I've saved your progress. 不过这个游戏好像我们可以这边的时候退出去，然后再存档，这是一个 save load 的方式啊。哎，P
漂亮，开玩笑，有没有？哎，有 no。This thing that we call failure is not the falling down, but the staying down. Mary Pickford. 不要再讲哲学的话了，我有点听不进去了。靠！靠！靠！点漂亮，哇、哦，这个操作，哎，但。The soul would have no rainbow, had the eyes no tears. John Vance Cheney. 等下，这边，这边，这边。The pain I feel now is the happiness I had before. That's the deal. 我发现我。Anyway, when you start sexy hiking, you're standing next to this dead tree that blocks the way to the entire rest of the game. 我发现我随便转一转，不要刻意，反而过得了。Prod and you poke at it,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your reach and your strength. Okay. Trying to find a way up and over. 好哲学的游戏啊！ In that lack of compromise. Obstacles in video game worlds are fake. Completely confident. 哇哇哇！又回来了，又回来了。In that sense, 哇，又来了，我就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个游戏就是这样。No, no, no, no! 靠 ！No! No！ 啊啊啊！干干干干！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讲脏话，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好不好？该死，有机会哦！哎，不要！所以这边是要反方向吗？啊 ！No！ Yeah！耶耶 ，Boy No， 为什么？一般人玩一下就删除游戏了吧？因为这真的是浪费人生啊！我说真的，只有实况主还或是直播主啊，还有热爱挑战的人啊，会玩到现在。耶，小轩，哦，对对对，这样就好了嘛。哦 ，OK， 等一下，就是反过来嘛。But I'm not sure Jazuo intended to make a frustrating game. The frustration is just essential to the act of climbing, and it's authentic to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game about. 哦，他说作者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他满满的恶意啦。I'd have an idea for a new obstacle, and I'd build it, test it, and it would usually turn out to be unreasonably hard. But I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make it easier. It already felt like my inability to get past the new obstacle.Was my fault as a player rather than as a builder. Imaginary mountains built themselves from our efforts to climb them, and it's our repeated attempts to reach the summit that turns those mountains into something real. 我到底在布个什么东西呀 ？OK， 等一下，不是布，等一下，不是布，等一下，不是布。我无话可说了，我无话可说了，你们知道吗？我真的无话可说了啊！我知道我不该往左边翻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了，你们知道吗？等一下，这边该怎么办呢？哎，有点滑哦。等一下，所以该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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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不干干干干干啊！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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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杆原理，这叫杠杆原理，违反物理学。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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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杠杠，杠杠杠杠。When you're building a video game world, you're building with ideas. 哎，不是。Working with quicksand cement. 这边超级难的，我天哪！哎，你怎么 ？Don't hate the game. 还好是没有一次对到底啊。我的手好痛哦！天哪，因为玩不下去。我怕我一下翻到左边去，作者绝对是故意这样设计的，然后一定会有人这样子。哎，这个真的，这到底怎么过啊？对于失败可能已经有点无感了，只是你可能有点力不从心，你知道吗？我的手好酸呐、啊！No！ 你别吓我！哦！等一下，
我觉得我撑不过啊！不是撸管，不是撸管，不是，不是。只是我觉得麻烦的是，我这个实况不知道录多久，你知道？啊！然后剪接，我觉得更麻烦了。我要怎么样把它剪到十分钟左右呢？我知道很多人都推荐我这个游戏，很想看我玩。你们现在应该满意了吧？你们应该都看到你们想看的了。不是啊，这怎么过啊？OK，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哦，就是这样，不是。我上不去啊，你们知道？这个我操！我觉得这游戏让我想到玛丽猫，你们知道吗？我那时候玩玛丽猫就是这样啊，不知道卡了多久我都过不了。我很不想玩，你们知道，但是我很想过，这很矛盾。可是你想过，你就必须得玩呐、啊。哦，哇吼！我自己怎么过楼都不知道。然后呢，来一个大跳。Oh, come on, man! Come on, man! Predicting that games would soon be made out of prefabricated objects, bought in a store and assembled into a world. 这边千万要小心。For the most part, that hasn't happened. 你终于说话了，旁边终于说话。等一下，等一下，这边要小心。我超怕的，你们知道吗？我真的不敢动，你知道。Don't let it get to you.But also, yes. Let it get you a little. Bit. 我终于过了，我终于过了，我做到，我做到，我做到了。我好痛苦，但是我终于过了，我松了一口气啊。我们再继续玩下去吧，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可以到哪个地方哦。感觉前面那个是一个超大难关，我相信应该有玩过的人，很多人都卡在那个地方吧。虽然时间可能有点不够了，但是我还是继续尝试一下看看。旁白说什么根本很难去理会啊。而且他说的不是中文啊，干你的嘞！我刚刚前面那段时间已经失败到旁白没有话可以说了。OK， 好的，等一下哦，这边要小心哦，拿出我刚刚的耐心。哦哦哦哦哦哦哦，伸出去，耶！等一下，问题是，哦。哦，等一下，这怎么过？你在开玩笑吗？你在开玩笑吗？这边根本不可能啊！你在开玩笑吗？那边细成这样，我怎么过去？这游戏真的是在锻炼心智啊，你们知道吗？我感觉玩完之后，我就可以成为忍者了。哦，是这样子啊！哦，是这样子啊！不见得都是我。OK， 然后那么拖过来，哎，有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是有铁头功的，你们知道吗？哦，这样子啦！发现我是慢慢抓到诀窍的那一种玩家。干！干！Infinite and unsorted. 还好，还好，还好，不幸中的大幸。糟糕，糟糕！我觉得我有不好的预感，完蛋，我有不好的预感，而且我的滑鼠已经到了边缘了。哇哇，我算了，我觉得我狙了。我刚刚真的是没有拿捏好力道，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干你！哇，完蛋，完蛋，完蛋，又要重来了。天哪，真的是，为什么？为什么？哇，果然呐、啊，果然果然，该的还是要来。算了算了算了，我刚刚那个一翻呐、啊，真的是，我刚刚应该怪我自己太大力了啊！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好吧。大家喜欢的话呢，别忘记点个喜欢，好不好？讲真的，我很想通关，说实话，可是我又不想玩。所以我决定要有个诱因吧。这部影片呢，如果到达100,000个观看次数的话，这个有点难，我就决定继续挑战，我就决定我继续自虐给你们看，好不好？好。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啊！我觉得我自己一定会掉到这个之前的地方，结果还真他妈的给我掉到这边。要不是我邻居的话，我估计我早就已经吼出来了。
我觉得我能玩到这边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有玩超过我的进度的，搞不好我身上的指头都数得出来。好好，那算了，我真的受不了了。那这部影片超过10万的观看次数呢，我就会玩下一集，我就继续自虐。我不想要再继续录下去，因为这样子我很难剪接。那就看这部影片的受欢迎程度吧。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拜拜。被辐射污染的食物，哇哇哇！这个牛要暴走了，它要毁灭世界了，糟糕！我靠！哇塞，你青光眼呐，大哥！